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十七 SO 主播。那么今天的话，给大家直播一场这个乱舞 PK 大赛啊。那么这会儿的话是十七时代 SO 的这个乱舞 PK 大赛啊。这个比今天的话是1v1，这个比赛的话每天晚上都有。那么这个，我怎么入场了？我不要入场啊，我这个不要入场啊。这入场不就成这个，就是被蹂躏的对象。那，我们这个就来观战一下。那么这会儿的话有19位选手啊，有20位选手的话入场了。一会儿的话这个比赛的话马上开始。我要看到咱们这个经常看到的这位谢北北同学了，他现在的话名字叫做谢楠楠。我记得上一回啊，有一次我记得这个打这个 PK 大赛啊，当时的话这个我非常果决的这个祝福了一些其中的选手啊，那么这个被我祝福的选手全部都被淘汰了。今天的话我们也来祝福一下啊，首先要祝福的那位选手叫做谢北北，那我们要祝福他，希望这次的话他能拿到前三名啊，妥妥的。哎，这位选手赶快了赶快了，那马上就要这个开始了，哎，开始了，来咱们看看。那我这边的话这个观战也只能观战其中一小部分的啊，上来就看到谢楠楠同学呀、啊，哎呀我去呀、啊，这就是谢北北啊、哦，不是谢楠楠啊，谢北北同学，那来，那咱们这把就祝福一下你，我希望你这把赢啊，妥妥的。这，我感觉这会儿不能观战他哦，可以观战，那、啊、他动作还是比较快的。这位同学的话，他这个开了好几号进来，那、啊。哇塞，刚才刚进来的那位选手的话，这个这么快就被淘汰出局了，这我也是醉了。那来，咱们换两个队伍，换两位选手看啊。这位谢北北同学，他这个炮开的多，动作慢啊。咱们来看看这边的，哎呦我去呀、啊，这雷这是什么节奏啊 ？F25 这是什么节奏啊？这连个坐骑都没有，这你是来这个打酱油的吗？啊，这两位选手的话打的还是比较正统，那、啊。不过就感觉上方选手已经陷入比较大的被动了、来咱们看看赤霄，据我所知是一名这个老牌选手了，我记得这个我之前翻这个论坛啊，这个 PK 大赛的时候，我记得这个 5v5 大赛当中啊，他这个获胜的局也挺多。然后直接放出了这个碎骨龙，哇塞，碎骨龙这宠物的话，那可不一般，那都是这个乱舞 PK 大赛，然后的话这个PK 大赛啊，然后才获得的。那感觉两位选手动作依然是特别的慢啊，早知道刚才就看那位大头鱼了，那他的动作快多了，那直接拿了第二名了已经。再来看看其他选手，哎呀。好，谢楠楠啊，那来看看这位谢楠楠吧。两只水波虎，这老虎里面的话，我觉得白虎是非常好看的。那么有一些这个水波虎应该是3D 老虎里系列里面的这个老虎呢。400多吃到了分属性，难道这宠物是分属性的吗？它不是水属性的吗？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刚好打出的暴击啊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谢楠楠同学啊，他这个人物的血有点多啊，他的人物血的话是有整整这个1900多血，他有可能并不是一个防御力特别高的选手啊。我比较喜欢看呢有双尖枪的这种选手，双尖枪选手的话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，那因为那打起来特别的刺激。破完守护，一波攻击，这都是老套路了。那
啊，放了个祝福。不过这会儿放祝福有点晚呢、啊，你这会儿的话，这个放祝福放完了，哎，这会儿宠物被控了，这宠物很难保得住啊！哎呦，我3000多被击飞了，哎呀，这。这会儿谢楠同学的话，这已经是大好的优势了呀。啊，这个谢北北同学的话，他另外一组队人里面他也获胜了。那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一次我祝福谁，谁就能赢。那上一回我祝福谁，谁就输。这把我祝福谁，谁就赢。啊，这次放出了水妖，这宠物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看着非常的好看啊。水妖要怎么打了？哦哟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水妖这个看着非常的不错，但是没想到被上方选手的话，这一下就给打死了，这有点尴尬，那这实在太尴尬了，一下给打死了。哎呀，这位选手的话直接选择了逃跑。那来咱们再来看。啊，这两组人的话估计也快要分出胜负了，这个已经被落马了。的话 ，1v1 当中啊，被落马的话，并不是完全打不了。但是如果你被落马，同时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下，那就很难翻盘。因为你这个一旦这个被控啥的，啊，那一波就会被人打死。啊，这一下的话放了一个眼镜蛇呀，水属性眼镜蛇啊，这眼镜蛇看着特别的大，这尾巴的话都落到这个人物身上去了。哎呀，6000多，哇塞，这眼镜蛇打出6000多伤害啊，可惜弹在自己身上，要不然的话这宠物直接就击飞了，那特别可惜啊，刚才的话这个还是有机会的。那来，咱们继续看。那么这会儿的话，场内还有这个6位选手，然后的话，这个组成了这个，3组 PK 啊。那么上方的话是这个豆豆买鸡精，下方的话是谢楠楠。那一共是三组队伍在打。那么这个谢楠楠一共有2个号，他一个人占俩呀！哎呀，我去呀！这这么猛啊，这个随便弄一弄就弄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呀。来，咱们看看这两位选手动作有点慢啊，这谢楠楠同学他估计是没打这个号。来，我们看这个怒云龙
2100。感觉怒这个云龙选手的话来说，这会儿已经比较被动了。那不过还有机会啊，但是一v一的话，这个宠物救起来那一刻得把控的非常好，要不然的话，上方选手如果有心不想让你宠物起来的话，他会有针对性的打，这样你宠物就很难回得过来。哇塞，没选择回血呀、啊！哇塞，这位选手打的有点冒进了，这个不选择回血，直接这个选择给对方套精灵吧，这个。这又被控了，这就亏大发了，这你怎么着也应该回一口血再套精灵啊，这我还以为他是复活光啊，复活守护，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就吃亏吃大发了啊、刚才应该是一个落马，这个成功把这个打下马了。啊，中电流了。400的血。这个啊，这个镜子还是不错，但赶紧回血吧，这个不回血感觉有点尴尬了。我还是不回血呀、啊、这我选手是一拼到底啊，这个我打死不回血了，这那这样的话那机会就很渺茫了。还是给自身在套镜子，是企图飞掉对方吧，这个这会儿对方怎么可能会中招呢，这会儿他完全可以稳稳的打了，没必要这个没必要这个非常这个吃力的来打了。那
来，咱们继续看，咱们来看看这一组吧。这组是这个大头鱼和这个蟹尾尾啊，这两个选手的话都是一 v 一的这个沙场老将了啊，打起来会可能会相对精彩一些。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，这个是蟹尾尾好像占有一定的优势啊，毕竟的话是分属性啊，这块已经盖成火属性了啊，下方的话反而占优了。虽然打在近上啊，但至少的话这个把对方控住了，那这也算不错啊。叫伤敌这个一千自损800，那、啊、那接下来这回合的话应该可以发挥一波了。他是我觉得你是选择这个，我觉得你打宠更好，他肯定会换宠啊，他换宠的话你换出来宠物正好被你这个背水打他一下，那、啊、先那打人物吧，那就控人。如果这个控人比如说乱敏啊之类的，这个在他这个换宠或者干啥之前先把他人物控住了，两个一块控那更好，那然后就可以稳稳妥妥的打了，就看想怎么弄了。那战术选择方向的话还是蛮多的，那反正对方的话这个肯定得换，那要么就是换啊，要么就是来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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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这个怎么了。哦，是打人，哦是选择打人，看能打多少血。哦，这可不错，600多血，这波不错。那么这波打完之后的话，这对方的人的话只剩800多血了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战机啊。那么这会儿的话对方肯定是要回血，那么我觉得这会儿对方趁着对方回血，我觉得反过来打宠啊，反过来打宠，把这个这会儿都不用破镜子啊，直接背水这个直接打这个急爆就完事儿。那啊转了对方的急爆，对方是水属性，那水属性一转转成分属性啊、哦，火克分。哎呀，可惜啊，战术跟这个打法上，英雄所在略同啊。这个跟我的这个，我跟这个对这名选手的话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现实往往是残酷的，那、啊、没有中。那、啊、看看这一下了，这下依然是打宠的。啊，这个多弹攻击不错，这不多弹攻击，这爪子不错，3900。还行，虽然没有击飞，但至少一下，哎，一脚踹死了。那这个三 D 人龙的话也不错，转了一下属性，为啥转属性呢？啊，地属性转成火属性，哦，这个之前的属性没了啊，啊，主播傻了，那刚之前属性没了，啊，破完守护，那这个宠物的话保不了了，人物被控了，啊，直接击飞，啊，4100，非常漂亮。啊，套了，趁着这会儿的话，把自身的能套的东西都套一套。那300多血，那对上方谢北北同学来说的话，这会儿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那你要说这个，放宠吧，放宠肯定是要放宠啊，这肯定。关键是放完宠之后你还得硬挨他一波，那就看这波这个打的情况了，运气好一点的话很疼啊。哎，选择控他，哦，果然石化了，好不容易放出来宠物啊，不过这会儿有进击对吧，这会儿的话如果学了进击，有进击，有进击的话可以打一下自己，可以解掉状态。那那这会儿大一头鱼的话应该是要打这个宠物，趁着你这会儿要放进击，我打你宠啊，没中，哦，这个上，而且上方先生的话没有选择进击，那这宠物没有进击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战局还很难说呀，这个战局没有进击，这宠物，这会儿大头鱼的话看着着急呀，那不过他的这个大头兔子啊，不是大头鱼看着着急，是蟹北北看着着急，那这个不过他这个大头兔子啊。还挺好啊，居然可这个扛住了两人都没有命中。哎呀我去啊，主播这个话一刚落他就挂了呀。哎呦我天哪，真不能说啊，我说谁好啊，他就立马变坏啊，我谁说谁能赢他就立马那什么啊。啊，这次的话又放了一只大头兔皇，哇塞，这么多大头兔子呀，哎呦我去呀，这大头兔子这么多呀。不过这宠物的话看着非常的好看呢，非常可爱。
哦，又一脚，哎呀我去呀，这就尴尬了，这两只大头兔子全都被一脚踹飞了，这蟹北北的话，这会儿的话，这个就从我这个这边看来，他就已经死了三只宠物了。啊，那他放出了第四只宠物水波虎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这个，哦、啊、不，刚才水波虎他没有被这个啊，没有被击飞啊，水波虎是自己换出去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在我看到的地方的话，被击飞了两只宠啊，总共五只宠，那么一只喜宠，那么还有四只宠，那么也就是说他最多还有两只宠啊。如果这个。如果之前在我看之前还有过出路的话，那么还就只是水波虎一只了。那么这会儿的话显现非常的危险，同时的话人物又被石化了，这就尴尬了。这水波虎估计悬啊，这一波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。哇，还弹在镜子上面，哎，虽然弹在镜子上，但这是这个什么，这个是七伤拳，那我又玩命这一搏啊，直接把你给控掉了啊，让你这个三回合内没有办法把我给打死呢，啊，这一步棋走的还是蛮惊险的。这个换了宠物，啊，继续打，好吧，这一下的话没有中啊，这下如果再中的话，就完美这个衔接了啊。那看来能不能硬扛住这一波了？这一波的话很关键啊。哎呀，四接三，哎呀，又没扛住，这就陷入被动了的。这谢北北同学的话，在我看到的这个情况下已经飞了三只宠物了。那非常可惜啊，这个谢伟伟学舍的话也黯然离场了。那来，咱们来继续看，这是谢楠楠和这个买基金啊。那么这会儿的话，买基金选手的话已经陷入比较尴尬的这个地步了啊。又被石化了，那转了波属性，这一口咬了一滴血，哎我去呀、啊！啊，放了这只火妖啊，这个宠物比较特别。这宠物的话，这个主播这个玩到现在还不曾拥有啊。这也是这个我看到的这个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一只宠物啊，应该是这个十七 SO 的话这个独有的一只宠物啊。雨滴血。啊，这是控人的技能。哎，用了上棋术。
哦，那之前的话是被落马的。虽然现在的画面上还没有看出来上坐骑了，但实际上已经上了坐骑了。那这话已经显示出来了。那在实际操作里面的话是有这个落马技能，但是呢，同样的也有一个上骑术的这个技能，也就是你被落马之后，你也可以重新上坐骑啊，并不是被落马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是被坐骑是被打下去的，那上级术是帮不了你的。那只有你的坐骑不是被杀的情况下啊，然后的话上级术才能发挥作用，而只是被落马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。放了个地属性，那么这回火属性转的就是地属性，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的。被反击了166，又盖回风属性了，哎，转了属性，非常漂亮，这个转属性转的非常时机把握的非常好，应该控制对方了，哦，麻痹了，非常不错。那么这一波的话看有没有机会了，先被鸡包咬了一口，有没有控场啊，这是被控上了还是怎么的啊，这个没有出手啊，这哇塞，你这是选择了防御吗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，这不出手啊，这刚才多好的机会啊，哎呀这亏大发了，这一波的话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火妖的话这个连续几轮没有出手啊，不知道是选择了防御还是怎么的回事，我感觉有可能是选择了防御啊，要没见过他防御的姿势，所以说的话这个不太确定。这下控制应该中了啊，中了，果然中了啊，900多，赶快回口血吧，这个血虫的血有点尴尬了，500多，哎，中电流了，不错不错，这一波非常有机会啊。风属性，啊，空掉了。500多血。我想回到过去，沉默着欢喜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越来越明亮，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，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。这会儿的话情况陷入一个僵局了。
是存在问题。刚到妹妹，我们曾经疯狂的往天空之城在哭泣。上方行者的话非常不幸啊，这会儿的话这个双双被石化，石化状态的话要硬挨他这一波的话还是比较吃力的啊，1500。